马明情侣当揾银，储钱娶老婆啊！拍紧剧嘅时候，你觉得阿朱小姐系咪一个细心嘅女仔咧？都细心噶，都细心嘅。咁你觉得今日因何原因佢会变得有少许唔细心咧？系冇美术天分啫。但系你咁问，佢点答都死噶噃。因为原来都有啲要考啲功夫。睇佢几咁惊青啊！话晒寻日第一次喺上水情侣档咁出 show 噃，你传咗绯闻到而家先有第一弹，但通常绯闻情侣档系会贵少少嘅。见到佢开心晒，唔收钱都抵啦。唔得，收钱，俾晒佢先得。唔得，收钱，你收唔收钱啊？我公平啲，一人一份嘅，一人一份嘅。咁你娶边个都要储钱嘅，储钱买楼咯，要吓。一个储钱就娶人，一个储钱买楼，唔通你哋咁快计划好？